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要来讲 Form 1的 Chapter 5 The Last Part Part 3，就是之前也是有讲过 Chapter 5的 Part 1 Part 2，但是就漏掉了 Part 3，现在把它补回来。好，我们废话不多说，来看下去。今天要讲的东西是跟物质转换有关系。物质转换马来文叫做 Perubahan Keadaan Zirin， 英文叫做 Change in State of Matter。所以是什么东西呢？到底如果考试你看到老师问你 Sila tuliskan perubahan keadaan zirin 或者 Please write the change in state of matter， 你就知道说老师是要考你关于固体怎样变成液体，怎样变成气体，或者倒转回来气体变成液体变成固体。 OK， 这就是物质的转换。所以当老师问你出现这关键字说 perubahan keadaan zirin change in state of matter， 你就要知道说还要考你这些东西。然后所以这些过程哦，固体变成液体是一种过程，液体变气体是一种过程，这些过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蛮常见的，只是我们需要知道说这个过程叫什么名字。 OK， 所以像我们接下来讲的名称同学都需要把它背起来。然后虽然说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过程哦，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发生，就是一定要有某一种条件才能够让他们发生，也就是他们几次才会发生。答案就是当周围的温度产生变化的时候，就是可能你的温度从冷变热或者从热变冷，我们再来一一来探讨。好，首先我们先从左边的方向看去右边哦。首先我们来想一下，从固体变成液体这个是什么过程呢？ OK， 我们有 example 是冰块变成水， OK， 很容易，冰块变成水我们可以马上直接想到说这个是融化，冰块融化变成水。但是马来文英文叫什么？答案就是马来文叫 berleboran， 英文叫 melting。 OK， 真的不会太难，难的只是在背生字而已，所以把这生字背起来，马来文叫 berleboran， 英文叫 melting。 那下一个我们来看哦，从液体变成气体在我们生活中是有什么 example？ 我已经放了图画出来，就是一锅水在滚，我们知道说这代表的是沸腾，水沸腾的时候它就会这个液体就会变成气体。但是其实除了水沸腾之外，我们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 example， 就是有些人会忘记掉的，答案就是水蒸发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晒衣服的时候， OK， 水蒸发也是从液体变成气体。所以在这个过程有两个 example，沸腾马来文叫 pendidihan， 英文叫 boiling。 蒸发的话呢，马来文叫 pengerjatan， 英文叫 evaporation。 OK， 一定要把这些生字给背起来，要写对对，这考试很大可能是会出的，因为没有什么好处的了。好，我们还有一个过程哦，如果说固体它直接跳过液体，它直接变成气体的话哦，这个过程叫做升华，你可以想象说它升级啊，这固体直接升级变去气体，它跳过液体啊 ，OK， 叫做升华。升华，我们小学也没有学过哈，然后日常生活中也比较少见啊这个过程。OK， 马来文叫做 pemerjawapan， 英文叫 sublimation。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 example， 就是干冰。OK， 干冰是一个例子。干冰哦，那个冰块，也不是真的喝水的冰块，应该是干冰，它本来是固体来的，然后，它可以出现在，比如说人家结婚的时候会放烟啊，那种看起来很漂亮的烟，OK， 就是干冰造成的，它从固体直接变成气体，叫做升华，OK， 叫做 pemerjawapan sublimation。然后最近呢，食物也很流行放这些干冰，看起来漂漂亮亮这样，好像点心啊，放 sushi 啊，放 popcorn 啊。看起来很高级 ，OK， 就是干冰造成的。OK， 要记得升华 pemerjawapan， 然后嘛，英文叫 sublimation。然后我们从左边看完右边哦，我们是不是得到一个结论？这些融化、沸腾、蒸发，然后这个固体直接升华变成气体的这个过程哦，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它们几时会发生，就是当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就是温度越来越热的时候，这些过程就会开始发生。所以当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这些固体变成液体变成气体哦，实际上是什么事情发生的？我们放大来看看这些例子哦，我们之前讲过的 Zara 它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所以当这一些物体、这些冰块啊、水啊被加热的时候，这些 zara zara 这些 particle， 英文叫 particle， 它们开始吸收这些热能，就像隔壁的这个七龙珠。OK， 它要变强的话，它就要吸收热能。当它吸收更多的热能哦，这个 zara zara 这个 particle 它们就很有动力，因为它们很热，它们很 hot， 它们要动来动去。OK， 那个 kinetic 或者 kinetic energy 就越来越强，越多动力它们就动得越来越快。OK， 有动力动得越来越快，动得越来越快，它们之后就跑掉了。OK， 它们就挣脱皮尺，然后就变自由了。所以就会像这一个图画这样，你看那个固体的哦，本来全部大家连在一起，紧紧抱着，但是它在液体的时候，它突然间大家很有动力，动来动去，动来动去，然后他们真的到最后吸收很高很高的那个热量的时候，全部挣脱了，全部就自由了，变成气体这样子。OK， 就一个你们可以这样子想象了。好，我们现在看倒转的方向，我们从右边看回来左边哦。首先我们来想哦，气体变成液体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其实气体变液体，也许你们会觉得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太常看到，但是并不是。OK， 这边我就放了一个 100 plus 的照片，因为这是我嘉宾出的 100 plus。然后，你有没有想过、哦、为什么当我们把一罐汽水放冰橱，我们拿出来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汽水的罐子、那个瓶子外面是湿湿的呢？你可以看到有水针，有那个水珠在外面这样子。OK， 这其实就是液体这个气体变成液体的一个过程。OK， 就是凝结，这个东西叫做凝结。原因是因为你从冰橱拿出来的时候，那一个温度就下降了，然后外面空气的温度接触到这一个水，很冷的水，所以外面的空气突然间温度下降，它就产生凝结，凝结叫 condensation， 英文叫 condensation。OK， 所以它就突然间外面的空气温度下降，突然间就变成液体，粘在你的水瓶上面。OK， 所以就会造成说你的就冰橱拿出来，但是你的水瓶是湿湿的这样子。OK， 叫做凝结。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哦，从液体变成固体，就是所谓的从水变成冰块，就是我们所谓的结冰。OK， 很简单，但是我们这里写凝固。OK， 科学叫凝固，马来文叫 pembekuan， 英文叫 freezing， 这个超级简单。OK， 就不需要解释啦。那我们再问多一次哦，如果从气体我升级，我跳过液体，因为我从气体直接变成固体，这个叫什么过程呢？ OK， 不用想太多，答案也是一样，升华。哇，真的是 太容易了，你背一个升华，两个过程都可以用。 OK， 所以升华 permajawaban 英文叫 sublimation， 它可以是从固体变成气体，也是可以从气体变成固体，都是同样的名字。 OK， 所以同学你们可以 stop 一下这个影片，然后把这些字、这些生字把它背起来，真的不会太难，只是考试你要写对甲安，写对 spelling 而已。好，关于那个气体变成固体的 example、哦、真的是我们马来西亚没有什么见过吧，除非你在外国见过了。 OK， 外国的话，因为外国有冬天，天气很冷很冷，所以在那种很冷的天气，零下几度的时候，因为太冷了，然后空气直接凝固起来，然后就会产生这些雪花，然后你可以看到叶子结冰。OK， 就是所谓的从气体直接变成固体的过程。OK， 同样叫做 pembekuan sublimation。好，所以这一些 condensation， OK， condensation 就是我们所谓的凝结。还有 pembekuan 或者英文叫 freezing， 然后还有这个气体变成固体呢，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几时会发生，它们发生的时候都是当周围的温度在开始下降，越来越低，越来越冷的时候。那什么事情发生呢？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一个七龙珠的故事，只是倒转过来而已。在温度越来越低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热量了？温度越来越冷，越来越冷，就是没有热量了嘛。所以这些粒子，这些 zara zara particle 就释放热量。所以少了热量的话哦，跟人一样，我们很冷，我们觉得很冷的时候就不想动，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没有动力，我们的那个 kinetic， 我们的 kinetic energy 就慢慢减少，好像你在家开 aircon， 你就不想动，你就想躺在床上这样。所以你的 kinetic energy， 你的那个 kinetic 减少的话，那你的 zara zara， 你的 particle 的移动速度就越来越慢。OK， 因为
很冷嘛，大家要聚集在一起取暖，你可以这样子想啦。OK， 你就看左啊右下角那个图画哦，那个 gas 的，它只有三个，然后太冷了，所以这个 gas 它们的 particle 咋啦咋啦就慢慢聚集在一起啊，就变成 liquid 这样子。然后再聚集在一起更冷的话，它就结冰了。OK， 从水变成冰块，然后它就变成固体的形状这样。OK， 你们可以这样子想那个概念哦。好，我们先来想一下沸腾跟蒸发这两者是有什么差别呢？到底 ？OK， 可能这两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但是它们真正的差别是什么？我现在重新再复习多一次，蒸发叫 pengendian， 英文叫 evaporation， 沸腾叫 pendidihan， 英文叫 boiling。那沸腾我们都知道说，我们都听过沸腾点，对不对？当一个液体的温度达到沸腾点的时候，沸腾就发生了。就比如说白开水的沸腾点是100度，然后各种的液体有各种的沸腾点， OK， 每一种液体不一样沸腾点。Okay， 所以沸腾是当达到沸腾点叫做 target delay 或者 boiling point， 它就叫做沸腾。OK， 相反的蒸发的话呢，蒸发几时会发生？蒸发任何时候都会发生，在任何的温度，只要它低过沸腾点就好。OK， 只要它低过沸腾点，99度、98度、97度，都是叫做蒸发。OK， 而且这个蒸发只发生在水的表面而已。我们来看这个 example 哦。OK， 我们看那个锅，一个锅先很简单，一锅的水在沸腾，就是一锅一锅的水在沸腾，很简单。但是右边的图画有没有一个杯？放在太阳底下的话，并不是这个杯哦，其实它的最热的地方只有在水的表面而已，因为水的表面直接接触到太阳嘛，所以蒸发就由水的表面先开始。OK， 水的最表面蒸发掉之后，就到下面的另外一个表面，然后蒸发掉之后，再到下面那个表面蒸发这样。OK， 所以要记得蒸发是在任何的温度，只要低过沸腾点。然后还有它是由表面先开始的，然后你们可以这样子看啦，如果老师问你们apakah beza pengendian dan pendidihan， 你就可以讲说 pengendian berlaku pada suhu yang lebih rendah daripada takat didihnya dan hanya berlaku pada permukaan cecair sahaja， 就像我刚才讲华语的翻译过来这样。OK， 相反的 pendidihan 是当它的 tahap delay， 它的沸腾点达到的时候。OK， berlaku semasa suhu cecair di tahap delay， 英文也是一样， evaporation occur at any temperature lower than boiling point and occur only on the surface of the liquid， 然后 boiling 呢就是当它的 boiling point 达到的时候就叫做 boiling。 OK， 很简单。好，这一个就这个 graph 是很重要的一个 graph， 这个考试真的超级喜欢问，尤其是在写的部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part C 还是 structure C， OK， 反正 B 和 C 写的部分老师都很喜欢出这个表格。那这个表格老师会怎样问呢？就可以像我这边给你们 ABCDE 这样，用这个 ABCDE 是要填什么东西？OK， 其实这一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 graph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条 axis， x-axis 跟 y-axis， 然后 y-axis 就是代表温度， OK， 属乎 temperature， x-axis 代表的是时间。那红色的是什么东西？红色的线呢其实就是老师要你们回答 keadaan jirim 或者 state of matter， 就像我在第一个 slide 里面跟你们讲到了，当老师问你们 apakah keadaan jirim 或者 apakah please write the state of matter，你就要知道说老师是要问你这些固体啊变成液体啊变成气体， OK， 这些各方面的问题。那如果在这个图画的话老师要你们回答的不是固体液体气体，通常老师要你们回答是要你们写说这个 A 代表的是冰块还是水还是水蒸气这样。 OK， 我们现在再来慢慢解释哦。那我们首先来看OK， 我们来看这一个啦。我们现在看我们有什么 clue， 我们有什么老师有给我们什么提示。我们目前只有一个提示，我们只知道说在那个 y-axis 跟 x-axis 的交叉的地方，那个地方是零度，就是所谓的结冰点，就叫做 takat beku 或者叫做 freezing point。 OK， 同学可以记得说结冰点跟融化点是一样的东西来 ，OK， 我们只选一个来讲就好。结冰点跟融化点都是零度
OK，不要混淆，都是零，都是一样的东西来，只是不同名字而已。那我们现在知道说，在这一条这个交叉点哦，就是零度。首先呢，我们来想，在零度下面有一个 A，那个 A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你觉得它是固体、气体还是液体？如果它是固体的话，那就是冰块，对不对？它是液体，它就是水；它是气体的话，就是水蒸气这样。所以在零度下面，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它一定是冰块，它就一定是固体，对不对？OK，所以很简单。如果老师问你们 A 是什么，那答案就是冰块。那我们来看 B 哈，B 它处于那一条线刚刚好在结冰点的时候，它刚好就处于大干不固，处于那个 freezing point。那我们想一下哦，当一个液体还是固体不知道，当这个 B 它处于这个点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形态呢？我们知道说，在零度是刚刚好开始那个水要结冰而已，因为刚刚好开始要结冰，所以在这时候我们打开冰橱的话，我们应该会看到有水又有冰块，因为它刚开始在结冰而已，不是完全已经结冰了。OK，所以在 B 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冰块跟水混在一起。那如果说随着时间更长了，然后温度又变高了。我们来看 C，温度变高的话，就是说这个冰块、这个水，它就会融化，对不对？所以照理来讲，水应该还就是水，然后冰块开始融化了，所以 C 应该就是完全只有水而已。OK，应该很容易理解哈、哦。然后现在水，我们来到 D，你看哦，D 就是一条横着的线哦。如果你同学有仔细看到的话，你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 graph 哦，它是一个好像 zigzag 的形状，又斜又横，又斜又横，又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再来解释哦。但是现在 D 你看到，温度变高了，这样这个水之后会变怎样？温度变高，这个水变怎样？OK，同学应该可以大概想到说，这个横着的线，它是不是跟我们刚才讲的结冰点？你注意看哦，结冰点那个线也是横着的，它不是斜的。因为这两个应该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猜到说，这个横着的点，我们来讲冬季的那个横着的线，应该是处于那个叫什么沸腾点。因为如果 D 是沸腾点的话，这样那个 D 我们会看到什么东西呢？如果给我们一个锅，然后有一个水在沸腾的话，我们会看到什么东西？答案就是我们看到水跟水蒸气。OK，你们可以想你们可以想一个锅，就是你会看到有水在滚啊，然后又有烟冒起来啊，所以就是有水跟水蒸气。那我们来看一哈，就是随着这个温度再更高，假设说105度、120度的话，这样请问这个水还在吗？这个水应该是已经不见掉了，已经完全蒸发掉了，对不对？所以到最后一只会只有水蒸气而已。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整个 graph 老师大概会这样子问你们。从 A、B、C、D、E 这样子，让你们去想说，到底他们是冰块啊，是水还是水蒸气这样，所以其实不会太难。我希望我解释的不错啦，希望你们听得懂啦，听不懂再继续重复看一下。所以，请问沸腾点在哪里？就像我刚才跟你们解释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线，这个红色的 graph 其实是又斜又平，又斜又平又斜。的一个 graph，然后我们看到在结冰点的时候，它是那个红色的线是平的，对不对？所以沸腾点同样也是会在平平的地方，所以这里就是沸腾点啊，这个青色的线呢就是沸腾点。然后像我刚才讲的，沸腾点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锅在滚，就是有水，同时也有烟，那个烟就是水蒸气。然后这个是马来文版本的，因为考试你们会写马来文跟写英文嘛，所以同学可以。把这影片停下来，然后稍微自己想一下哦，自己想一下理解得到吗？然后这是英文版本的，OK，然后水蒸气英文叫做 steam，OK，然后刚才马来文的水蒸气叫做 wap air，OK，可以自己停下来看一下哈。还有这边有就是要来解释一下我画圆圈的这一个 orange 圆圈哦，就是考试可能问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在这一段地方，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温度会维持一段时间呢？你看到 x axis 哦，那个 x axis 代表的是时间，OK，为什么时间在走，但是温度却是平平，这样零度没有往上升，或者是那个沸腾点为什么还是平平100度没有往上升一段时间？
然后所以答案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不管是沸腾点还是在结冰点，就是有能量，有那个热量。我们刚才讲的七龙珠跟那个很冷的故事哈，就是在很热的时候，能量会被吸收。在很冷的时候，能量会被释放。OK， 所以在这个沸腾点跟结冰点哦，这些被吸收或者被释放的热能呢，它们就被用来去建造或者是化解掉粒子和粒子之间的吸引力。OK，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再重复讲一下我们刚才讲的七龙珠的那个故事哦，就是当沸腾点的时候，物体被加热嘛，物体被加热，这些粒子呢就会吸收这些热能，然后这些被吸收的热能呢，它们是用来化解粒子跟粒子之间的吸引力。你可以想象说，因为它们要变得自由，对不对？它们要变得自由，但是在它们变自由之前，它们是手牵手拉着的，而且它们之间有一个吸引力叫做 Daya Darigan， 那个 Force of Attraction， 它们需要利用这个热能来破掉来弄断掉这个 Daya Darigan Force of Attraction， 所以它们就可以放手，放手之后，它们水分就可以变气体，然后气体就自由了，这样子。这个是当沸腾点的时候。那如果说结冰点就是零度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开始在释放热量，因为太冷了，然后完全没有热量，热量全部流失掉了，因为全部太冷了，所以这些粒子呢，他们就要聚集在一起，他们叫手牵手，对不对？这手牵手呢，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吸引力，叫做 Daya Darigan， 叫做 Force of Attraction。好，这是一个概念哦，但是考试真正你要怎样把它写成一个句子呢？你就可以这样子写啦。OK， 如果老师问你 ，Mengapakah suhu kekal tidak berubah apabila mencapai takat dingin dan takat beku？ 就是我刚才讲的，为什么在结冰点、在沸腾点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一条那个 graph 是平平的，不是就是它不是斜的线。所以你就讲说，因为在这个时候，不管是沸腾点，不管是结冰点，这些被吸收或者被释放的热能，它们被用来形成或者化解粒子之间的吸引力。Okay， 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个马来文的翻译，你们可以把它抄在课本里面哦。然后这是英文版本的，也是同样的意思，只把它翻译成英文而已。然后你们可以把影片停下来，然后自己抄一下那个这个答案在你们课本里面。好，我们大概也要讲到尾声的啦，我们来做一点练习题。OK， 首先第一题，这个是讲说，我们刚才有学过很多过程嘛，结冰啊、融化啦、什么 condensation 啦，对不对？好，请问以下这四个 ABCD 过程哦，哪一个是跟吸收热能有关系的？请你把它圈起来。OK， 所以你们自己想 ABCD， 不是几个答案哦，可能有一个答案、两个答案、三个答案，OK， 你们自己想一下。好，我们来看答案哦，答案是 A 跟 Donkey。 OK， 你们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融化叫做 Peleboran， 英文叫 Melting， 还有沸腾的是 Pendidihan， 英文叫 Boiling， 这一些就是跟温，它们几时会发生，就是当温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温度越来越高，就像七龙珠一样，它要变更强，它要变成气体，它就要吸收热能。 OK， 就是 Mengerapan Haba 或者 Absorption of Heat。那其他的 condensation 就是当我们讲我们从冰柱汉克巴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汉克巴的水罐湿湿的这样。 OK， 然后他们是温度变冷的时候才发生的，然后包括这个结冰本博罐或者 freezing 也是变冷的时候发生的。好，那第二题是一个情况哦，当我在吃炒面，很热的炒面的时候，我的眼睛有雾。 OK， 有不贴不贴 warm eye或者有 water vapor， 请问这个跟什么过程有关系呢？就同学自己想一下。好，我们来看答案哦，答案是 condensation 或者是 condensation。 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在吃炒面，然后炒面很热的时候，这个炒面是不是干干的，然后它就是干干的嘛，所以那个热气从哪里来？那个热气是从那一个固体，那个面的固体来的，然后这个热气它不好意思，这个热气呢，它是从那个面然后散发出来，所以是那个面附近的空气。 OK， 面附近的空气是不是气体？它是很高的温度，但是它突然散发出来的时候，它就温度慢慢在下降，然后刚好中到你的那一个
你的眼镜，我就装你的眼镜的时候，它就变成一层的雾，我觉得一层的雾就是液体来，我觉得所以就是 condensation 跟那一个我们从冰出来然后给 blast 出来的是一样的概念，就是温度突然间下降了这样子，我觉得它就从气体变成液体，这里的关键字是 warm air 了，还有 water vapor。然后这边也是老师喜欢问的题目，老师考试中就是这样子问你 ABCDEF， 然后叫你填充题，所以那些 HR 那些 spelling 真的很重要，同学可以把这个影片 stop 下来自己试试看填充题，然后可以参考之前的答案。然后这个也是一样，这个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ABCDE， 你们可以照着试试看会不会做这个题目，然后再重复看回刚才我们解释过的东西。好了，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们今天讲解的东西，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再继续下面问我。 希望大家考试 steady 蹦 BB，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